下面啊，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卷积层啊。这个卷积层啊，相对来说参数啊就少了一些了。首先呢，咱们在这里啊也是需要写上它的一个名字，是吧？每一层咱们都需要给它定义成一个名字。然后呢，咱们在这名字后面啊就说，哎，需要告诉咱们这层是什么层。咱们刚才那个层 type 是个 data 是吧？咱们这个层的 type 就是一个convolution 啊，就是说咱们这层既然是个卷积层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啊，刚才说了有个 bottom 有个 top 是吧？这两个参数啊是咱们必须要指定的。咱们需要这个知道这个层啊前面连什么，以及呢它输出是什么，是吧？我们看它前面连的就是这个 data 层，是吧？然后呢它输出什么？输出就是卷积后的结果。然后呢这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参数，是吧？这个参数啊我们看啊这里有一个 learning rate 是吧？哎，有个 LR，这个 LR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 LR 的意思啊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之前说过了，就是说咱们在学习率啊一般是在哪儿指定的？咱们是通过那个 solver 文件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哎，咱们也可以让每一层的文件啊，让它的，就是说，咱们可以让这个卷积层和下一个卷积层啊，它两个的学习率啊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咱们通过那个 solver 那个文件啊设置的学习率是一个基础学习率，但是在这个里呢设置学习率啊，就是咱们当前这个层的学习率，就是当前这个层的 W 参数和 B 参数的学习率，是吧？我们你看啊，最终的学习率是什么？最终的学习率啊是这个 solver 啊，这个 solver 文件啊，一会儿咱们还会去说啊，下节课咱们再说这个 solver 文件。就说啊，通过 solver 文件里配了那个 base learning rate 是吧？然后呢，咱们用这个 base learning rate 再乘上咱们这个层上的 learning rate，就等于实际的 learning rate 啊。就是说，咱们在这个卷积层里边也是可以设一个学习率的啊。这个学习率啊，用来控制咱们这个当前层的一个学习。然后呢，这里啊，一般情况下咱们怎么设？一般情况下咱们是就是说，我们让这个全值的学习率啊，也就是这个 W 的学习率，是这个 B 的学习率啊，是2倍啊。如果说大家，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，一般情况下咱们是不需要改这个东西的啊，咱们只需要知道啊这两个学习率啊是什么意思啊。前面这个代表的是咱们的全值的学习率，后面的这个呢代表着是咱们这个 B 值的学习率，是吧？如果说啊，就是说啊，你现在想翻特一个模型，你把一个别人的模型拿来了，你有些层啊，你是不是说想让它不做更新啊？你想让某些层不做更新的情况下，你怎么做啊？你怎么办啊？你就直接把这两个值都改成零，哎，那么这个层是不是就不做更新了，是吧？如果说呢，其他层还有值，那么其他层就可以做更新，是吧？咱们可以自己控制哪层更新，哪层不更新。然后呢，咱们还能控制，就是说通过设置这个数值大小啊，咱们还能去看一下，哎，每个层啊，咱们想给它更新多大，是吧？哎，都是可以通过这两个学习率咱们来控制的。然后啊，咱们下面啊就来看一下一些卷积的参数啊。首先啊，咱们卷积啊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咱们希望啊知道，就是说咱们这个卷积之后啊得到了多少个特征图，是吧？得到了多少个特征图呢？咱们就用这个 number output 啊，就是说咱们啊想用多少个卷积核来做这个事儿，是吧？假设说呢，咱们选了20个 filter，也就是20个卷积核来做这个卷积，那么咱们之后呢，是不是就能得到20个特征图啊，是吧？哎，这个 number output 就是说你要选择多少个卷积核来做这个事儿。然后呢，这个 kernel size 啊，kernel size 就是说，咱们不是选了20个卷积核来做这么个事儿嘛，是吧？每个卷积核是多大的呀？在这里啊，kernel size 等于五，就是说咱们每一个卷积核啊是一个5×5大小的。那么这里啊，它是不光是5×5大小的，其实呢，它还是有个深度的概念，是吧？深度的概念怎么理解啊？一般来说啊，咱们的卷积我画一下吧。一般来说啊，咱们这个卷积核啊，我们表面上说它是一个5×5的，其实呢，它是含有一个深度的。那么这个深度等于什么？这个深度啊，就是等于上一层的深度，是吧？假设说你上一层是个 data 层，你 data 层啊，它是有 RGB 三个通道的，是吧？那么你这里啊，D 就等于三。那么假设说呢，你上一层啊是个卷积层，你上一层卷积层啊，它是有20个特征图的，那么你在这里啊，你的 D 就等于20啊，也就是说，咱们这个卷积核啊，前面的大小，比如说是 H 乘上 W 是一个5×5的，然后呢，它的这个深度啊，就是说前面一层是多深，那么你啊，这个卷积核它就是多深的啊，还有一个这么概念。一般来说啊，咱们在这里啊不需要表达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啊，都是可以通过前面啊，咱们直接能计算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个 thread 就是说，咱们这个卷接操作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滑动窗，相当于这样一个滑动窗口是吧？我们原始的图像，比如说啊，它是一个10×10的，然后呢，这是一个5×5的是吧？然后这是第一次，哎，咱们看的小区域。那么第二次看小区域呢？就是在第一个小区域的范围上移动一步，那么第三次呢再移动一步，第四次再移动一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啊，咱们像一个滑动窗口的格式，咱们每一次移动多大？
那么每一次移动多大呢？咱们一般啊，管它叫做一个卷积核的步长，是吧？哎，咱们默认啊，thread 是等于一的。thread 这个值啊，咱们也可以设置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认为啊，一次滑动一可能太小了，咱们设二、设三、设四啊，设到十几我都见过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啊，都是可以咱们自己来设置的。然后呢，这个 pad 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 pad 画一下吧。这个 pad 项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有时候啊，咱们是不是认为有的时候有，就是说有时候啊，咱们这个图像来说啊，它的一些边缘，比如说咱们这个小边上的一些信息啊，咱们认为它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哎，咱们只关心啊图像的一些主旨啊，或者说中间的内容，是吧？但是有时候呢，图像的一些边缘的信息啊，也是蛮有用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就需要哎关注一下图像边缘的信息了。哎，那咱们怎么样关注图像边缘信息啊？咱们看啊，正常的咱们这样的进行卷积啊，是不是说对边缘信息啊提取的很少啊？是不是？哎，咱们边缘信息啊只被卷了那么一次，是吧？哎，只有那么一小，比如说这一个区域只被卷了这么一次。哎，那咱们怎么样才能更充分的利用这些卷积核呢？哎，利用这些边缘的区域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就可以加上一些 pad 项了啊。加这个 pad 项什么意思啊？加这个 pad 项就是说我在我原来的图像周围啊，再加上这么一圈儿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看啊，这里我加了一圈零。然后呢，咱们加上了这么一圈之后啊，咱们从哪开始卷了？咱们就从加上的这一圈开始卷了，是吧？我们看啊，咱们从加上的这圈开始卷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哎对边缘的信息啊，给它卷到的次数啊，就是说滑动窗口啊。滑到这些边缘信息的次数啊，会更多一些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既然咱们滑到的次数越多了，是不是说咱们利用了这些像素点上的信息的次数啊，也越多了？所以说，咱们就可以更多的利用这些边缘点上的信息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 pad 项主要就是完成这样一个操作的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里我添加了一些零。哎，为什么要添加零呢？咱们添加其他值行不行啊？添加一、添加二，或者是？啊，你边缘这个点，你它的像素点等于什么值，我就添加什么值，不行吗？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添加零了？就是说啊，咱们添加的这个信息啊，对咱们的图像来说，它是不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因为咱们添加信息啊，是咱们自己编上去的，对于咱们的信息来说啊，它是起个干扰作用。那么咱们怎么样抑制这个干扰作用呢？咱们来看啊，就是说，咱们一般怎么算？咱们是不是有这个一个通过，比如说一个 W。一个卷积核啊，它是这样不断算内积，是吧？咱们假设给它写成 WX，那么咱们算内积的时候啊，是不是要对应的点乘上咱们对应的 W，对应的卷积核上的一个位置，是吧？哎，但当咱们把这些值啊设成零之后啊，它们的乘积啊是不是等于零了？咱们在算内积的时候，一旦来说它们的乘积等于零了，那是不是说这些咱们添加上来的边缘点啊，就对咱们的结果没有影响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呢。哎，咱们加上来这些东西啊，本来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呢，咱们给它设置成零，也就是说，对于我最终的结果是没有影响的。那么也就是说啊，咱们为什么填充的都是零了啊？我们一般啊管这个东西啊叫做 zero padding，也就是说咱们填充的东西啊都是零。然后啊，关于这个 pad 项啊，pad 项默认等于零啊，默认等于零，不是说默认填充零，默认啊这个 pad 等于零，默认就是说不填充。假如说你想填充一圈，你就是 pad 等于一；你想填充两圈，哎，pad 就等于二，是吧？咱们一般啊。可以通过设置这个 pad 项啊，然后来对咱们原始图像进行一个填充的操作。然后呢，咱们这里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啊，就是说啊全值的一些初始化的问题。比如说咱们这些 W 啊这些卷积核的参数啊，咱们怎么样进行初始化？咱们在这里啊一般有两种初始化啊，一般来说就是这个 XAVIER 啊，就是说这种初始化，关于这个初始化具体它是怎么做的，我就是在咱们在这里啊，咱们就不说了，咱们只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来用。一般来说啊，就是说用这种初始化，或者说用高斯初始化。那么一般来说啊，用什么样的多啊？其实我看的来说啊，有用这样初始化的，也有用高斯初始化的啊。这个东西啊，大家也可以啊去尝试一下。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呢用高斯初始化好一些，有的时候呢用这样的初始化好一些啊。咱们可以实际的训练网络的时候啊，咱们两种初始化都选择去试一下，看看哪种初始化呢能使得啊咱们的 load 值啊下降的比较快，下降的比较低，是吧？咱们就用哪种初始化。这个是关于 W 值啊，也就是全值的初始化。那么后面这个呢，就是关于啊咱们这个偏置项，也就是 B 值的初始化啊。咱们 B 值初始化很简单，一般来说啊，咱们不考虑它啊，也就是说让它是等于啊这个 constant 的，不是说让它等于任意的一个常量。一般呢，咱们设置哎咱们的 B 值初始化都等于零啊，让 W 啊是进行一个像高斯的初始化，一般让咱们的 B 啊让它进行一个零值的初始化啊，咱们一般啊都是这么做的。那么下面啊就是说，假设说啊一个输入啊是一个。给大家写一下吧，啊，咱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，再强调一下吧。
比如说啊，咱们一个输入是一个 h 乘以 w 的，咱们在这里呢，咱们的 kernel size 看一下是多少啊？咱们的这个，我直接写吧，就是咱们的 kernel size 我用 k 来表示了，然后呢，咱们的 pad 项用 p 来表示，然后呢，咱们的 thread 用 s 来表示。那么咱们啊得出来的结果，也就是说卷积之后啊得到特征图大小是多大呢？就用 h 减去，来看一下，错了。要用 h 减去 kernel size 啊，对，用 h 啊减去 kernel size 啊，就是咱们那个 kernel 设置成不是5乘5吗？那这里啊就是 h 减5，然后呢再加上二倍的 padding 项，最后呢再除上一个 thread，再加上一，也就是咱们最终啊得出来了，咱们这个输出啊是等于多大的？h 是这么算，w 也是这么算啊，它俩计算方式啊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也就是啊关于卷积层啊咱们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参数的东西。下面啊，咱们再来看一下，紧接着卷积层之后的这个池化层啊。这个池化层啊，其实咱们要讲的东西啊，没有多少啊，很少的一部分是吧？我们一看啊，就是说它的一些参数啊，其实是跟那个叫什么，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卷积层是类似的，是吧？它也有 kernel size，也有 thread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里啊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说咱们需要选择一种池化的方法，是吧？咱们要选择是你用 max 方法作为咱们的 pooling 方法呢，还是 average 方法作为 pooling 的方法呢？一般来说啊，咱们就选择这两种当中的一种。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啊，就是说啊，很多的论文啊都是采用这个 max pooling，也就是说 max pooling 啊，就是说，咱们比如说啊，四个点是吧？哎，比如说要对这么一个2乘2的区做一个 pooling 了。那么比如说这个是这个1457，那么咱们只保留最大的那个数是吧？这就叫做一个 max pooling。那么在咱们现在论文里啊，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max pooling 了啊。我也是推荐大家，如果说大家并没有一些特别的想法，咱们就采取这个 max pooling 的方法啊就可以了。然后啊，这个 thread 啊，这个 thread 一般咱们可以直接来说一下，一般咱们这个 thread 啊，咱们设置成二啊，我见过最多的就是设置成二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们设置成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咱们把这个 thread 设置成二之后啊，咱们没有重叠项是吧？我们看。假设咱们在这里一个，这是一个二，是吧？这又是一个二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呢，让咱们每次滑到的东西啊，咱们没有一个重叠的东西。哎，咱们一般啊是希望这么做的，就是说咱们一般啊把这个 kernel size 啊，就是说不是 kernel size，它的这个 thread 啊，咱们一般设成二啊，设成二也有，设成三也有。咱们一般来说啊，给它设置成一个啊大于一的，就是说，要是如果说它不大于一，它是不是会有一些重叠项呢？咱们既然选择了 max 这个项，咱们就不需要再让它做这个重叠的东西了。然后呢，关于 pooling 层啊，它的计算方法也是跟卷积层是一样的啊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这个咱们先简单看一下。然后啊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激活函数。这个激活函数啊，就是说咱们一般呢，每一个卷积层后面都需要接这么一个激活函数，是吧？咱们之前说了，就是说激活函数啊，大概咱们有这个 sigmod 的，有软路，还有弹进的，是吧？咱们在这里啊。就是简单的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。那么对于这个，咱们就不看这个 sigmod 的，因为 sigmod 的可能会发生一些杀死梯度的现象，是吧？咱们就不说了，咱们直接来说这个软路。这个软路啊，是咱们现在使用最多的啊。我基本上现在建的所有的论文，还有一些所有的一些算法啊，都是使用这个软路激活函数的。还没有看到使用一些 sigmod 啊，或者是弹进的函数，那两个激活函数啊，应该来说以后都不会用到了啊。咱们大家。直接使用这个软路这个激活函数啊就可以了啊，这个软路激活函数啊就是 max 啊 x 零，就是说我给大家画一下图像吧，也就是说啊我们大于零的才会取小于零的，哎，咱们无论是在前向传播还是在算梯度的时候，咱们直接让它等于零啊，等于零它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然后啊这个怎么来写啊？这个就是说假设说啊，其实这个写咱们就不用说了，我们只需要写一个 type 是吧？我们只需要指定当前这个层它是什么层是吧？我们指定 ReLU，就是说当前这个层啊，它是一个软路激活函数层。一般来说，就是说一个卷积层后面接一个激活函数层啊，再来个卷积层后面再接一个激活函数层啊。这个东西啊，实在没什么可说的，咱们就不说这个了。然后啊，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全连接层啊，全连接层咱们要说的东西啊，也不是很多啊。其实呢，全连接层啊，咱们这个东西啊，跟咱们这个卷积层啊差不多是吧？只不过说呢。咱们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啊，就是说这里全阶层，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设置这些学习率，是吧？哎，各自的学习率，咱们都可以在这设置出来。然后呢，咱们这有啊，有个 number output，就是说咱们希望啊得出来的向量是多大的，是吧？咱们全连阶层啊得出来的东西啊，就是说咱们全连阶层输出的是一个向量，而咱们这个
之前呢，咱们输出的东西啊，它就是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向量，是吧？但是啊，咱们圈点阶层相当于什么？咱们圈点阶层啊，相当于咱们对之前的这些卷积啊、池化呀、啊，做一个特征的再提取的过程。给大家再画一下。比如说啊，这是个卷积层，是吧？我们圈点阶层呢，比如说这是个卷积层吧。圈点阶层啊，就是说每一个点和每一个点都相连了，是吧？既然每一个点和每一个点都相连了，是不是说相当于啊，我们把之前所提取的特征啊，完完全全的再总结一遍，是吧？哎，圈点阶啊，它就是相当于做了这么一件事儿，把咱们之前呀、啊、所提取那些特征啊，再总结成一个向量的形式。然后呢，咱们用这个向量的形式啊，咱们就可以做一些分类任务啊、回归任务啊，也就是说，咱们之后啊想做什么任务，咱们都是通过啊最终的这个全连接的这个向量，咱们来做的。然后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层啊，这个层啊，就是说有时候啊，咱们在测试的时候，是不是说咱们希望看一下当前这个迭代啊，它的一些准确率是有多大，是吧？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看，就是说还有一层啊，叫做 accuracy 啊，这个 accuracy 啊，就是说咱们来看啊，它的 bottom 啊，它的 bottom 比较特别，就是说它的 bottom 啊，一个是咱们最终的一个全连接层输出的咱们的一个分类的结果，另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哎，它有两个 bottom，两个输入。一个输入是咱们的分类的结果，另一个输入就是咱们的 label，是吧？咱们要跟咱们的输入的结果、咱们的预测的结果和咱们的 label，咱们进行一个匹配，是吧？如果说他们一样，就说明咱们这个预测对了。那么最终这层呢，咱们就可以打印出来一系列的准确率的指标，是吧？比如说每隔多少次咱们进行一次测试，那么每次测试呢，咱们都可以打印出来当前这次测试啊它的准确率是有多大的。这个就是啊全连接层以及 accuracy 这个层啊一些简单的东西。然后啊，咱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这个 softmax，这个 softmax 啊，咱们有两种写法啊，一种写法就是说 softmax with loss，哎，也就是说咱们要用这个 softmax 这个层啊，计算一下它这个 loss 是吧？也就是说啊，这个 softmax 它计算 loss，给大家简单说一下，它计算 loss 它是怎么计算 loss 啊？首先啊，咱们是先通过这个，我们要算什么？咱们是不是要算一个它的指数次幂的一个？归一化就对吧？就是说呢，咱们要算每一个得分值，然后呢，咱们再把每一个得分值啊做一个归一化操作，是吧？这相当于什么？这一步相当于一个归一化操作。归一化之后啊，咱们的概率是都从零到一了，是吧？那么最终啊，它的这个 loss 怎么计算？比如说它这个咱们当前样本啊，它应该是属于猫这个类，是吧？那咱们就看啊，最终它属于猫这个类啊，得出来它属于猫这个类的概率值是等于多大？然后呢，最终啊。再通过这样的一个式子啊，就是说算它的一个 log 值，然后啊再取一个负号，把它呀当成这咱们这个 softmax 这个层的 loss 的一个计算方式。然后呢，假设啊咱们这里 type 写上了 softmax with loss，那么咱们这个层啊就由这个层来计算 loss 是吧？咱们怎么计算 loss 啊？由最终的哎这个全连接层的输出结果，以及呢咱们给定的这个 label，咱们就可以输出这个 loss 这个东西了。然后啊有的时候啊咱们不希望输出 loss，有的时候啊咱们是不是希望？咱们希望输出的是一个准确率指标，是吧？那么这里啊，咱们这个 type 啊写上 softmax，咱们不 with loss，咱们就可以不算那个 loss，不算那个 loss 的时候呢，咱们输出的就是一个准确率啊，就是一个 probability 啊，就是咱们说，哎，它属于猫的这个，它这个类啊，这个输入它属于猫，或者说属于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值啊，都在这个层给它存储好了。那么这个啊，就是啊 softmax 层的一些东西啊，也是没什么太多东西，是吧？咱们最后啊，再看一下这个 reshape 层啊，这个 reshape 层啊，还值得简单那么说一说。就是说啊，咱们有的时候啊，咱们希望在不改变数据的情况下，改变输入的数据的一个维度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？给大家简单的写一下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对照着写吧。比如说原来的输入是一个32乘以3，再乘以28，再乘以28，是吧？哎呀。前面两这个代表32，代表着咱们的一个 P 处理有32张图像，这个是三个通道。后面啊就是说咱们算完的一个 H 和 W 是吧？那么有些情况下呢，咱们可能啊就是说想对这个后面的这个 HW 做一个变换是吧？假设说咱们想给它变换成14乘以220，14乘以56。假设说咱们希望前面两个东西啊都不变是吧？咱们只是希望把它的长和宽呢做一个变换是吧？通过咱们这个变换，咱们想做啊某些事儿啊，就是说咱们这个 reshape 吧，其实还是经常能用得到的啊。咱们可以就是说在不改变数据的一些像素点的，不是不改变咱们数据啊里边每一个值的大小的情况下，咱们只去改变它位置的一个变化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
咱们就可以用到这个 reshape 这个层了啊。咱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。这个 reshape 这个层啊，前面我们就不说了，前面都是一样的，咱们只需要指定这个这个参数是吧？这个参数啊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有个 dim， 哎 ，dim 啊，就是说咱们要按照顺序，就是说你想让咱们这个 reshape 完之后啊，它这个大小是什么样，咱们就按照这个顺序，哎，第一个大小是什么样，第二个大小，第三个大小，第四个大小是吧？咱们等于零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于零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它是不变的。那么等于负一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于负一啊，就是说咱们是让它自己去推断的。那么等于其他数啊，就是说你指定了它的一个大小是多大，是吧？那么咱们这里啊，举这么一个例子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，咱们就知道了啊。前面这个东西啊，咱们就拿这个例子来看吧。比如说啊，咱们原始的数据是一个32×3×28×28的啊，表示着有32张三通道的啊一个28×28的一个彩色图像。然后呢，咱们想给它 reshape 成一个32×3×14×56的，咱们怎么写呢？咱们在这点来看，32不变是吧？那么32这块写0。三这块也不变是吧？三这块写零，然后呢，二十八这块，我们想给它变成14，哎，直接给它写成14，是吧？我们看啊，前面三个咱们是不是都写完了？在咱们前面三个写完的情况下，咱们第四个是不是咱们可以推断出来了？哎，咱们怎么推断？就说咱们要保持它的一个数据的，咱们要保持什么？咱们要保持数据是不变的，所以说呢，咱们第四维啊，咱们是可以推断出来的，也就是说啊，它们乘在一起的和是不变的，是吧？那么咱们想让哎它自己进行一个推断，那么咱们啊就可以写成等它等于负一是吧？等于负一啊，就是说你要通过我前面三个值，你自己去推一下，你自己第四个值啊等于多少？那么最终呢输出的数据啊，哎就是咱们想要的一个咱们想要的一个 reshape 后的一个数组了。然后啊，这个就是关于 reshape 的一些参数啊，其实啊并不多，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参数啊是什么意思啊知道就好了。然后啊，下面咱们再说一下 drop out 啊，drop out 就是说。咱们要为了防止过拟合啊，咱们说需要在咱们这个前向传播还有反向传播的时候啊，咱们需要杀死一些这个神经元是吧？让这些神经元啊不参与，那么咱们怎么杀死啊？咱们就是说在这里啊定义了一个 drop out 这个东西。其实啊，这个 drop out 咱们只需要定义一个参数啊，也就是说这个 drop out ratio，也就是说咱们一次这么迭代啊，咱们要杀死多少个这样神经元呢？杀死50%还是杀死60%呢？如果说啊，你这个神经网络啊比较过拟合，哎，那么咱们可以杀死更多一些，可以杀死70%、60%。如果说呢，你这个神经网络，哎，它这个过拟合现象不明显，是吧？那么咱们可以杀死少一些，哎，杀个40%、30%也可以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咱们只需要设置一个量，也就是这个drop out ratio，也就是说啊，咱们把这个设置成一个0.5，就是50%，0.7啊，就是70%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么关于啊，就是咱们这个。关于就是说咱们每一个层的含义啊，都给大家解释了一遍。那么咱们啊再找一个 copy 的例子啊，咱们完整的再看一下。我找这个 examples 的minist，我们找一个 minist 的一个copy 给出来的一个它的一个 prototype 啊，这个咱们啊就来简单的看一下。咱们从完整的流程角度来看一下，就是说从一个完整的流程角度来看啊，就是说咱们的一个 layer 是接着一个 layer 的，是吧？首先啊，它是定义了一个这么样的数据层，是吧？数据层一些参数咱们就不说了。然后呢，数据层完了之后啊，我们看啊，这里它是有两个数据层，是吧？两个数据层我们看有什么区别啊？一个是作为 train 的，一个是作为 test 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啊，咱们要指定两个数据源，一个数据源呢是用来训练数据的，另一个数据源啊是用来测试数据的。然后咱们的数据层后面接什么？数据层后面接了这么一个卷积层，是吧？卷积层。这些参数啊，参数咱们不说了，咱们只是先来看这个流程，是吧？卷积层接完了之后，哎，咱们之后啊又接了这么一个池化层啊，又接了一个 pooling 层。池化层接完了，又接了这样的卷积层，又接了这样的一个池化层，然后呢，后面就是全连接层，是吧？我们一看啊，这里其实啊，它这个copy 里的这个 minist 啊，它的这个例子啊不太好。为什么说不太好呢？它这个软路的激活函数啊，它是我们看啊，它跟什么接在一起了？它是跟这个全连接层接在一起了，是吧？咱们一般啊不跟全连接层接在一起，咱们一般啊是跟卷积层接在一起的啊。咱们这里啊只是从流程上咱们简单来看一下。那么也就是说啊，卷积池化，卷积池化，最终啊再接全连接，接完全连接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来看一个 accuracy 以及啊咱们要算一个 loss 了啊。就是说咱们这个 loss 啊是在最后哎跟最后的一个全连接层以及呢咱们这个 label 层进行相连的。然后呢，这个 accuracy 啊它是在 test 的阶段跟咱们这个 label 啊，以及最终的分类结果啊，进行一个衡量，是吧？那么可以看啊，就是说，
一个这么样的网络配置文件其实还是蛮简单的，是吧？只要咱们把它的参数都搞懂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呢，咱们按照咱们自己想要的一个逻辑，比如说我想设计，哎，卷积跟直化是怎么连的呢？想要什么样的计算函数，咱们把它组合在一起，写在这么一个配置文件里啊，咱们是不是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配置文件的书写，是吧？完成了这样一个网络的定义啊，可以说啊，卡蒂给咱们提供的这样定义网络的方法啊，写一个 prototxt 的文件，其实啊，还是蛮简单的，是吧？咱们只需要啊，稍微改一改参数，那么其他的东西啊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难度。那么关于啊这个卡蒂的一些网络的配置文件，它的一些定义啊，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。